就是跟以往的角色是不一样。第一天来拍就拍哭戏耶。听说你要稍大力一点的哦。没关系，希望你丢没关系，真的。我都希望说就是直接来直接打，我觉得这种就是要怕那个当下才会有反应。结婚了吗？那他在剧本的功课上面也是做得很足，所以他大概也知道，在讨论完之后有这样三个阶段的诠释，他都还蛮精准的。谢谢，好痛苦，因为那个好痛，因为我已经把频率切到那一个地方去了。好像真的太好了，然后导演大喊一声咔。那像李燕他就会帮我。刻意把他的台词讲得很生动，我就会哗这样，所以他还算是一个蛮会帮对方的一个演员。